没有五零九零，它的用户是给那个啊一般高端电脑用户，所以它不可能卖那么贵，就没人买了。那说实在，他们那种公司真正的对象是那种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模组？它好像有个东西盖到了。PS5，对不起，我先收回你很烂的话，那个 PC 好像也不是好东西。这怎样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调高好了，调高是这个。各位顺跑就好了，你不用看画面有多美。各位，如果你想要看最美的画面的话，去看看这个世界吧，这是最美的。